第十九题，有关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，分别为下列何种化合物，以及该化合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状态。我们上课这时候教过，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，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。而我们上课教的这些甲烷、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，在碳素少的时候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它们的常温常压下都呈的是气态。所以第十九题，我们说分别为下列何种化合物，以及该化合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状态。我们答案选的是A，甲烷、气态、丙烷、气态。